近几年盗墓题材的影视剧层出不穷，像是《九层妖塔》《寻龙诀》《精绝古城》《黄皮的坟》等天下霸唱的《鬼吹灯》系列，还有《老九门》《沙海》等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系列刚刚开始播放，可能确实让大家感到新奇，可是看得多了就会发现，但这些盗墓题材的影视剧几乎就是一个套路，清一色的主演组队探险，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取得成功，让观众不免有点审美疲劳。而且这两个系列中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是使用不同的演员阵容和制作团队，这也使得制作水平参差不齐，导致盗墓题材的影视剧吸引力越来越低。而新版盗墓笔记即将上映的消息不但没有得到点赞，反而让网友们大呼别再拍了。盗墓题材的电影中，九层妖塔和盗墓笔记都被批脱离原著，只有《寻龙诀》凭借其精良的特效好评如潮。当年《寻龙诀》上映四天票房就破了7亿，粉丝的支持和需求让制作方看到了盗墓题材的利益。2015到2018年间，光是《盗墓笔记》和《鬼吹灯》这两大盗墓 IP 的网剧就有7部已播出，还有9部待播出。其中《鬼吹灯》系列只有《精绝古城》以其良心的制作获得了较多的好评，《盗墓笔记》系列中则是《沙海》以其与人物还原度高的特点获得了较多的认可，但其他网剧很少出彩之处，口碑和点击量渐渐下滑。盗墓题材的影视剧可以说是越拍越差，很少有作品能够超越《寻龙诀》和《精绝古城》。这次新版《盗墓笔记》的开拍，不知道会引发怎样的效应呢？此次新版《盗墓笔记》是由王鹤棣出演，张起灵一角，支持王鹤棣的网友当然是对他充满期待。王鹤棣颜值出挑，在电视剧《流星花园》中以霸气柔情、蠢萌活泼得到名次形象圈了不少粉，但是外号闷油瓶的张起灵可谓气质淡出红尘，性格沉默寡言，高冷孤僻，但却心思细腻，感觉跟给人印象是阳光大男孩的王鹤棣完全搭不上边，但是颜值还是很符合的。王鹤棣于2016年正式进入演艺圈，2017年8月他参加综艺真人秀的超次元偶像，并且成功夺冠，而且他还是参加者中的唯一素人，可见他的人气之高和实力之强。通过这档节目的夺冠，他获得了5部电视剧的主角资源，其中就包括《盗墓笔记》第二季。2018年播出的《流星花园》是他的第一部电视剧作品，他本人阳光帅气的外形和活泼不羁甚至是大大咧咧的性格，完全符合道明寺这一形象，被网友称作道明寺本寺。当然这部电视剧也让他吸粉无数，迅速爆红。不知道新版《盗墓笔记》这部剧能不能让观众眼前一亮呢？文博为 2